没关系，来，我帮你回收起来哈。亲切地将游客手中的纸杯回收，在北部老街上的店家维护干净的老街没有秘诀，清扫是他们的责任。而这些细微的行动，让北埔乡在全国386个乡镇市中，获得环保妈妈基金会评比全台前五名环境考核优等的殊荣。纸屑丢到地上去，我们就赶快整理，赶快打扫。希望我们北埔能够更干净、更美好。除了店家主动打扫环境之外，在老街周边也设有狗便清洁袋。贴心养狗民众，老街处处可见放置狗便袋，在地居民也觉得比起以往狗便问题减少了，北埔乡周边的历史古迹整修的焕然一新，而针对公厕、水沟等部分进行加强，路面坑道一并补好，整洁的小镇也被基金会列为新竹县最值得走访乡镇。街道的话，整个都有在清洁，我觉得蛮干净的啦。整条路的感觉就是很舒爽，很清爽，对，走起来很舒服啊。透过北埔乡的这一个努力，那做出一个示范点，那扩及到13个乡镇市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，来达到我们整个市容整洁。明亮舒适的街道，游客都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。县府推动整洁行动年，由各乡镇公所带头推动环境清理与市容整洁，也树立标章，提醒民众垃圾不落地，才能让整洁的环境继续维持下去，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竹县，感受客家文化魅力。